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叫什么名字？小白鼠。没感情了，就这样吧。好可爱，卡哇伊斯呢？非常牛。等久了吗？有请创造营2021发起人团团长邓超，创始人代表宁静，发起人团成员 AMB 刘逸云，国际学员助教印堂少女303郑乃馨，发起人团成员 RISE 周震南，发起人团成员周深。哇，今天这个舞台很漂亮，超漂亮的。啊，哇，好闪亮啊，好魅力。各位创始人们，你们好吗？深深唱的歌好不好听？是的。哎呀，这首歌准备了多久？我大概学了四五天的舞吧，然后四五天。哇，你厉害的。哇，谁学一般？因为我觉得我也要体验一下咱们学员们的那个训练程度。你之前没有跳过舞吗？我不会跳舞。哦，跟你说厉害了，跳得非常好。然后经过这次我训练之后，我发现真的声乐跟唱跳都没有命重要。漂亮，漂亮，把我的心声讲出来了。建议所有的健身房都可以引进这首歌，真的。说完这句话之后，申哥这颗汗这坨汗流下来了。他这不是汗，就是为大家流出的激动的泪水。我谢谢所有创始人，就我跳着他们帮我喊棒棒棒棒，就觉得好有力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各位男团创始人来到创造营2021第二次公演专业方向考核的现场，学员们已经分别组成了五支舞蹈专业队、三支声乐专业队以及三支原创专业队伍，共11支队伍。这次这样划分的时候会更严格。这次不仅是我们的考核会变严格，所以我们创始人的眼光也会变得非常的严格，因为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去考核他们。所以关于那个舞蹈组哇，这是什么？我刚刚一直在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进不到，进不到。非常好，这个能让我们进行的更加顺利一点。对，对，就他们的舞蹈和他们的演唱，没有冲突，所以对他们的舞蹈的要求会更严格。那还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？除了手上的？没有，说完了。太快了。开玩笑嘛。